来这家不好吃。我吃章鱼烧，可是我觉得这间还好，有更好吃的。我晚餐是章鱼烧，因为我没有很饿。那太无聊啦，只能吃东西。吃东西就有一种声音。我家附近只有直接有章鱼烧，然后另外一天在学校，在学校之前应该没开，而且好远。这家真的不行，吃到学校附近之后，真的吃不了其他家章鱼烧。我没有小鸟胃，其实是因为我没有钱。其实我可以吃很多的，但如果我有钱的话。酸甜都是，我是一个三餐吃泡面的人，大概有一个月四个礼拜，但一个礼拜将近有一天会吃，一两天会吃。因为学校花费太大，我要花钱做买材料。这个酱，突然想到，我今天一定要熬夜赶作业，不然会来不及。
我会写 to do list， 没有，我都睡很饱吧，所以其实现在有点日夜颠倒的状态，就是但我都有睡饱，而且我睡，其实我是一个如果让我睡太饱会越累的人，所以我其实也不太能睡太饱。然后最近在学美甲，最近要开始学美甲，然后跟去吃朋友的网拍店包伙帮忙。没有写 to do list 的习惯吗？我觉得大学生很重要，就是要写 to do list， 不然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在做什么。就是一个自律的好行为，维持自律的好方法，就是写 to do list。我最近在想要什么，就是除了铁丝网以外的支架，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用铁丝网，我都刮到我自己的肉，我觉得超痛，超痛。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作业。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其他可以代替铁丝网的支架？但我已经买铁丝网，所以我不需要用。而且铁丝网它终究一格一格的比较好受缝，不然那个铁线你还要去凹它，会觉得各有各的好处。这样，可是我已经买了铁网，我已经花了这钱了。会刮到就不要吧。那有什么是不会刮到？你做东西就是会，你的手就是会看得出来是有在做东西的人啊。什么甘特图？我们没有画甘特图的习惯。但其实有，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公主病啦。我其实我之前一直被说公主病，但我觉得那个公主病的定义是在你的个人，但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事情的话，你就不可能公主病。你就是你还公主病，代表你还不够热爱这件事情吧？我觉得你懒就代表你不够热爱啊。所以我觉得天下没有懒的人，跟也没有公主病，也没有就是他懒做人事，因为他没有遇到任何他喜欢的事情。回来了，我爸叫我直播，因为他觉得说我一直不直播这样。觉得我已经想好母亲节礼物了，但我真的没钱，怎么办？我买个母亲节礼物给我妈咪，送妈咪，她应该会很感动。我今年生日送她礼物，然后我今年生日有送她礼物，然后母亲节如果有送礼物，她也很开心。你爸好像也挺爱看直播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他会有时间，我其实也不太懂为什么粉丝会有时间看我直播。不，大家不用工作吗？我爸是因为礼拜日他休假，他就算礼拜没有礼拜日休假，他也就是看跟播。然后我也想说，他完全就是把生活重心放在偶像上面，那他就是他的，等我，反正就是如果哪一天可能我已经不在 TP 之后，他应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关注了。因为我是特别通，至少是我才刚刚说我要开播，怎么可能特别就敢马上空出来？感觉小姐就是家里超级有钱，然后根本就是我就算我现在离职也没关系，反正我家开公司的那种感觉，就是家里很有钱的，有点像是男生，但是是因为家里有钱，所以被家里保护的好好的那种小孩子的感觉，就有一种小孩子气的那种没社会化过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小姐有一种给我这种感觉。屁啦，不要造谣，就是啊，我看人超准。我跟你说，我已经在 TP 快要五年了。我哪一个粉丝？我因为其实我没有很会记粉丝，但是我就是比较常出现，我大概都知道他这个人的底细的啊。那个大概，我觉得目前来讲，我觉得那个
就我最近就推翻了一个粉丝，我最近推翻了一个粉丝。对，其实很想很早就推翻，但是一直给他面子跟一直给他机会，但还没有好好的珍惜，所以也没有好好重视我给他机会，所以拜拜。大家说事不过三嘛，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提醒过一次，你就要该注意了。底下面哦，好多人哦，好多人，让我有点看透了。我觉得有人让我有点恐男，没有啦，开玩笑的。地方不大，人不多，但就你说 TP 吗？你说 TP 吗？在记账，哎，但我其实慢慢的没有在记账，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大概知道我都花了，而且其实我也没有乱花钱。我其实不懂为什么，是因为眼光比较高，所以买东西比较好吗？不是，因为我看别的同学也没有像我一样花这么多在材料上，就有哎有哎，他们有花，但是他们的买东西就是不会。看的，就是我觉得喜欢就会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觉得太贵就不会想。但我觉得这是你的作业，是你的作品，你要做你最喜欢的，不然你干嘛浪费时间在这边在读书？
怎么会突然想学美甲？好玩呢，好玩而已，真的就是好玩而已。想说你自己也没做美甲，对，其实我其实对美甲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想说学可以有一个会的东西也好。因为我现在在 TP 还不方便，我跟你说，因为我现在就是还在 TP，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是不管是内心层面的开放跟打扮层面的开放跟各方面，不要当成人做嘞，我想要练习自己练习啊，我是想赚钱呢、欸。谢谢 Free Plus 的缘分相遇。笃定未来要做什么？对啊，我都其实还不太清楚说，我一定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会害怕自己成不成功这样？但我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就是关于服装吧，就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有一定非做不可，就是关于服装的，一定要有。不知道哎、欸。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蝴蝶，只因为作业刚好需要用到那个东西，蛮适合的。但一直其实都对蝴蝶还好，是因为最近服装设计的技能，其实也没有，我其实也没有说我很爱做衣服。因为其实那个设计毕业之后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真的不一定要做衣服啊。但你必须要毕业，因为台湾女团太烂了。啊、我要出不了国，所以我们放弃。不会，我觉得我们学校超讨厌当助理的，我们学校看不起的就是助理了，乱讲话。但感觉是，那他就不会想当助理，因为算太少了，不到三万哎、欸，不助理不到三万，你去当采购都有三万多。还要考虑学贷，没有啊，那是我妈负责的，
我妈会帮我付，她只是帮我学贷，但不一定我要付啊。她也跟我说她会付，但只是她不想要先帮我付。她说她要学贷，她要给我一点压力，不然我根本不会认真。如果她帮我缴学费的话，我一定像高中那样要去不去上课的啊。我们学校一堆就是爸妈缴完学费就要去不去上课的、啊。然后我妈说没有，我帮你缴，只是我要先帮你学贷一下，不然我会完蛋。我不知道我妈理财，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我最近跟她说想吃酸辣粉，我就连续两天吃酸辣粉，然后她就问我一碗多少，她就说她请我吃。服装设计工作室的助理，我真的对助理没什么兴趣，抱歉。小子读哪？小子的学历如何？哪一间呢？而且就是大家都说可以，还是要跟爸妈说一下什么的。那我觉得他们说完，他们念一下我之后就不想看。他们念还没念完，我就跟他说算了算了，没事，拜拜。因为我听到一半，我就真的不想再听下去。但其实我也不一定要读到毕业啊，想说转系或是转学。你想转去哪？我想要去，我想去北医大、欸。北大什么系？怎么突然想去北大？因为北大是台湾最好的艺术大学。我还有300,000的学贷要还。可是我觉得，300,000，我不知道哎、欸。我妈她跟我说，她还是希望我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我觉得没关系，你慢慢来。啊，我也很害怕，我之后未来的人，我觉得我也还没有完全独立啊。而且我爸一直跟我说，你要20岁，你要10岁，你要20岁，你要20岁，没有考虑北大吗？没有。我觉得我考不下，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读书。
我光学测分数就可能没有办法上，但是听说大学转学好像是看你的学科，就是看你原本学校的成绩，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现在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成绩，我是可能可以考上，就是从考上的这样。那如果是从考上的话，那我想去当然去更好的啊，北大，尤其是台艺大林可以考虑看看。不要，台艺大就要读夜间部，台艺大是夜间部是读哭吧，我不知道，我听别人说的。我不知道，就是台艺大感觉很商业化，就是各种名人都去夜间部，反正好考，他们都收名人，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那种学校感觉。我对北艺大觉得比较专业，就是北艺大感觉给我一种比较专业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是说台大不好，就只是台大夜间部就是不太好。那我们学校夜间部呢，就是要废掉了。没有那么贵，现在政府还是有补助，现在大概3万吧，2-3万左右。又不是你出，你爸妈在出的。北大独招与台艺大进修学士班，北艺大独招，北艺大独招，北艺大独招是什么呀？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但北艺大独招是不是还是要看成绩？还是北艺大独招只需要看主科成绩？我不知道。可是我现在目前还是对设计比较有，就是服装有兴趣，他们没有什么服装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就是先把学校读完，然后看之后怎样。那就是前几天就有人问我说：“哈，你们学校不是还不错吗？什么什么的，他如果在那里学习成绩还不好，还不是不是还不错这样之类的。”我说：“没有啊，很好考。”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发展都比日间不好啊，可是我们学校也这样讲欸，我们学校也这样跟我们说，我们学校也跟我们说我们夜间部学生不一定比日间部差，每个学校夜间部都这样讲，每个学校夜间部都这样讲，每间学校，所以我已经不 care。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读夜间部的关系，我家人已经完全不 care 我到底有没有去上课了。我就算一个礼拜没去上课，也没有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是自制力的问题，而且我们学校很多就已经不去上课了。其实我现在有两种想法，一种就是出国，就是读完之后看可不可以出国，就是把学贷，因为出国读书什么随时都可以，你到26岁都还可以。
那我说要不要等，就是出社会打工，就是出社会上班后一阵，就是要先毕业嘛，然后说实务社会后上班，然后把学贷还完之后，然后再去，反正现在留学有很多管道，有什么奖学金跟留学补助什么的，就是留学这样。都蛮大，我就已经大学要毕业了，然后才去考，为什么还要再去画室找画室？通常找画室是没经验，或是没有什么厉害作品的人才去的。那如果你已经在业界上班一阵子，你已经有一定的作品，你去读什么硕士作品集，拿出来履历什么的，自己做就好了。继续找代办啊，干嘛还要花一笔钱去画室？女生都蛮喜欢留学的，哪有男生也很喜欢吧？前几天我们学校找了一个阿玛尼的区域什么，反正就是阿玛尼的在里面工作的人，然后好像在法国，就是他就是在法国，然后是专门做什么，就是那种，我也其实什么算行销吗？什么的，什么？我看一下，我要做笔记。做什么的？我讲不出来名字，因为是英文。他做什么？他做 PRPN， 然后就是，他就跟我们分享，然后他的学历就很赞，就感觉就一定要有很好的学历才能出国，就是在国外找到好工作。而且他好像也是在国外找工作，第一开始也是去当门市销售员。他有分享他第一次，就是他去法国的第一个工作是当门市销售员。然后就被骂，还被骂说，啊，你如果我们国家语言讲不好，那你要不要滚回去你们家之类的，滚回去你国家之类的。我现在是你没钱，以前才没出国。什么叫主修服装设计？没有啊，北大没有服装设计啊。北大没有服装设计吧？啊，你说什么意思？就是不专业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哎，这还是不专业、啊。没有吧？我们班已经有同学已经决定要转美传了，可以遇到曲家瑞，而且美传感觉很赞哎。可是美传的话就是要很会画画，也没有到很会，就是要会画画。我没有到很会，但是我只能说美传要会画画。我知道他家里很有钱啊，而且他兴趣的就是整个家族都是厉害人物啊。
我们老师说的，我们老师有聊到他，他说兴趣的什么的，可能会觉得落后同学很多。可是我读了之后，我发现没有哎、欸，没有落后同学很多，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好进。然后很多人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他没有很爱，没有很会做，也没有很爱做，但没事，荧幕黑掉了。很好进啊！我来告诉你们，真的很好进。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开始在反省什么。因为很好进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好像只要有做就可以。但他其实录取分数蛮高的、欸，最低85分，就你的分数一定要85分以上，或是85分才能录取。但我觉得他给的分数很宽裕，感觉就是一定都会有85以上。感觉有很多人什么87呀、88，有人90，然后85啊。但我觉得作品集看作品集不准，因为有些人作品集才85分最低录取进来哦，超强啊！而且90几好强，我看到他的作品，我就想说，哇塞，很非主流哎，这样。就他的作品就是很，我、哦、就是这种，他的作品真的就是这种。这种，然后就是根本看不懂，就那种折纸，所以咯，不是很好。你就画这样，然后故意凸显出个人风格，你就进来。所以服饰系，对啊，很多都半路出家，我也是，本人也是半路出家，本人是读表演艺术出身，而且一点也不表演艺术，血管为发想，好酷。还好吧，来我们学校一趟就知道到底什么叫酷了。那我好奇韩寒以什么为发想，他自己以什么为发想，我想看韩寒做的裙子。我觉得韩寒就是他也韩寒也是学服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韩寒就一种他绝对不会来我们学校的，他也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学校的那种风格。中规中矩哦，难怪上福大，福大就是中规中矩，然后乖乖的，然后标准的漂亮。我们学校不是，我们学校你来给我看过我们学校毕业证吗？哇塞，千奇百怪都有，大的不知道跟什么样，怪的不知道跟什么样，一堆他们喜欢怪人，学校喜欢怪人，怪呀、啊，特别呀、啊，这种搞怪这种，你就怪怪的，我学校很喜欢我这种，没有啦，我不知道哎、欸，但是老师蛮老有老师喜欢我嘛，就对我印象是有的，因为我第一堂课就在那边哭，就在那边哭，好好笑，我超怪的，我真的很怪，但你看我们学校都怪，第一堂课就在那边哭，超好笑，然后之后我就。作品都是以哭来做创作的，因为我是觉得哭是我给人的第一印象。既然画了，那我来试一下。没有，其实我现在不太会哭了，我下学期没有什么在哭的，就默默这样。
红球被搞得现在没有很想画画。本来要写，要本来要画作业的哎，晚上，但现在不想画了。而且我发现，其实作业会越积越多，你到之后就觉得，就觉得不是一定要做完它，就是要做，但是就是不一定要赶得出来。反正你就是会做完，但不一定会赶得出来，很习以为然的。我看很多学生觉得这样，哦，我赶不出来了，都很就急如山这样，但好像也没赶出来做什么，就。对，最后都会赶出来的，这样设计好像都这样，就是作业很多，但都会赶出来。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我之前学的科系差太多，因为我之前学的科系就是很重纪律啊，不能迟到啊，然后都是要准时交交啊，然后要排准时排戏啊，这种很重纪律这种，所以导致我有点。太像学设计，就是这一点，但也没有到真的很多，就只是每个礼拜都会有作业。因为假如说你每个礼拜有，服装画课跟创技课，然后创技课就有一定要完成的作业，只是进度你就是要做，对。然后老师会说，哦，你要完成30×30，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我要看到设计图两张这种。他就会跟你说他一定要看到的东西，然后就是一定要带齐，一定要带到上课的时候给他看进度，那就是这个就是作业。然后服装画是每天都会有作业，就你要上一堂课他就会出，他就是要下课之前他就是一定会讲今天的作业这样，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作业。然后服购的话就是你要，我们服购老师很好，不太会让我们做什么，但是他会要我们先剪好胚布，然后到课堂上他教我们怎么做，但就是要剪，但很多人还是没有剪，就在课堂上剪，就是会很浪费时间。但老师人很好，所以他也不会讲什么。没有每天，好不好？没有每天，但就是每个礼拜都一定会有两样到三样作业。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四样，然后下礼拜就是要看到。就大学不都这样吗？还是大学没有？对啊，像我最近做了一个裙子，礼拜一最后一天检查，6月8号要讲。报告，我们也要做报告，但我们是期末报告跟期中报告，我们也有报告。我们的报告是艺术史，但没有每天，但就是期末期中。然后我们也有国文跟英文要上，而且国文也会随堂考。那个直接 ChatGPT 找一下就有了。我们这种没有办法，我们这种就是要去做的，而且你要别人做，老师一看到出来这个不是你做的东西，那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做。你找，然后可能辅告你找代工，老师看得出来你的车技没有这么好，他看，你怎么车那么快？是你车的吗？就会疑问，是你车的吗？然后你的创机一旦就是还会看出来你做的东西是不是你做的吗？毕竟看那么多了，这样。老师你会说这是你做的吗？对啊，这一定啊。设计的作品如果给别人做太明显了。如果你说报告什么找工具人，女生漂亮找工具人做一下，找一下动一下就有了。设计容易不是欸，如果有一个男生喜欢我，请他帮我画作业，然后那哇塞，那一看就知道是谁画的，是不是谁画的了。因为我没有喜欢男生，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把男生当工具人。我在那边传达错误资讯。但你可以去
建筑系交男朋友，你可以去建筑系交男朋友，各位女孩们，想找男友去建筑系。代工太明显了啦，一看到知道这是老师教或老师没教啊。然后创自己设计的东西，你找别人做，别人做不出来你的风格啊，真是的，到底要怎么找代工？而且你的风格很独特，其实也没有，你们没有看过更独特的、喔，我要给你们看更独特的吗？你们要看吗？这是我朋友做的贴纸，糟了，这才叫独特吧！完全看不懂他在干嘛哎。他说他要转去美传的同学，这个，还有这个才叫独特。我真的还好，各位，我真的还好。你们有没有实验的作品？来，这个男生做到，还是直男哦。我算正常很多了吧，你们再看回来我正常很多吧，所以就跟你们说为什么我想走非主流，真是的。而且我其实不实践的原因是因为实践都很喜欢蕾丝叠穿很多层那种，但有人说啊就很腻啊这样，过就有人跟我讲过这种话就很腻啊之类的。超好笑，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做完作业之后，因为那时候老师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他觉得我做不到，我自己觉得我做不到的人，这样，然后我就做了我的作业，然后我觉得我上学期有点在留一手，就是没有把所有的，我没有把所有的才华跟所有的力量跟精力在作品上，然后因为也才刚开始，所以没有很熟悉，所以有留一手，然后那时候我也。很害怕，然后我就是会啊怎么办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老师看到就跟我说，他觉得他就只觉得我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们大家没有看过我其他就是认真做很还不错的作品这样，他就说你要慢慢来，你很有潜力，他说你慢慢来很有潜力，然后。说的不是都是一下就可以很厉害的，那我就是真的我开始慢慢在做这样。我说你看是不是？我就说心态很重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没，哦，我骗你的啦，你被骗到了。他说我就跟他说，然后你被我骗到了什么之类的，他就觉得很荒谬，他说我很强，他说我很奇怪，然后之后留一手。然后最后的作品就是你们看到的蝴蝶啊，跟一些比较漂亮的东西这样。然后他有没有很直观的，就是说很漂亮？那时候他有说你不觉得这个很漂亮吗？他隔次看给我点自信，然后就是以为我就是没有自信，然后不太会做什么。他就说你不觉得这个很漂亮吗？我其实跟他说对啊，我也觉得很漂亮，但我没有这样讲，很好笑哎、欸。然后到最后他也没有说很可爱什么的，他就说哦，蛮可爱蛮漂亮，就这样子。因为他给的评论说蛮可爱的，还蛮漂亮的，哦，是有质感在，觉得他给的评论都这样，但他不会给的太，就是如果认识你这个人之后，他其实不太会给太直接的一个称赞，他觉得说哦，都看起来蛮贵的这样。然后他之后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之后，他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可以做出来东西的。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就做很快啊，然后我就连续两，因为我真的做很快，然后我就连续两堂课东西都带齐，大家都还在做。我可能有可能是我误会老师意思，但我就真的做很快，我就做完，我就到学校，我就这样，我就这样，然后老师来就看我做的，这样。
他觉得他也是希望我可以做，他说我就做完了啦，这样他说，然后他说那我下礼拜可以，下礼拜不可能做完嘛，因为下礼拜东西就是很大的那种。我说对，下礼拜不可能做完，就真的有人认真做。他说哦，很棒，这样。嗯，这感觉蛮贵的。不是啊，我他就打枪我说宝丽龙很没质感，我就有点走心，超走心，走心走到底的那一种，我就买一个。还蛮，我不知道我要给你们看吗？就是一个球，毛球这样，好笑，很有趣。然后我不是要买这个布吗？这个蝴蝶的布。然后他看到就说这个有其他颜色吧，但我就说我没有，我觉得黑色最好看。超漂亮，超漂亮！我走心了，超走心。黑色很漂亮欸，我就真的有照他的方式。然后就看到就说嗯，他就讲嗯，这样他说嗯，满意满意，他就没什么话讲，他说都 OK， 其他都 OK。 他那时候就说保佑没什么质感，然后跟那个空气塑胶管没质感，其他都 OK， 他说其他都 OK OK。 就是他就已经有点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之后，他就也没有太就是说你就是要在家就是慢慢来什么的，因为他知道我可以做得到。对，因为我之前就是真的就是很紧张，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啊，我不要啊，我不做了的那种，然后就觉得很荒谬，然后就给我一点自信。我是放心你吧，放心我吗？放心我吗？可能是哦，什么？什么？我是会做东西的，我妈回来了，妈，哦，我说我要找的段落就这个，超漂亮啊，配红色这个真的是绝配了吧，很漂亮哎、欸，但我买超多，我买多了，我以为会不够，但我买多了，我多买了大概三码吧。有人要给我买吗？我想卖掉，但我要开始来卖不要的布，然后赚钱。但有人要给我买吗？有人会给我买吗？感觉不会。卖给学长姐，你喜欢的东西都好华丽，也没有吧？我还是有喜欢一些比较，就是，对啊，我跟你说，我喜欢的东西就亮亮的，但我的亮亮是浪漫的亮亮，不是印度的亮亮。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学弟妹吗？通常给学弟妹就是直接送的啦，因为我学长就是我学长不是我学长，是我学姐，他就有送我一堆他之前必要的，就是用剩的布，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很感动这样，然后我就用在作品上面，然后老师问我说、哦、这蛮漂亮的什么之类的，说这还有吗？他说这还有吗？我说、哦、这是什么什么学长姐送。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是用材料在加分，因为我觉得我选的材料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眼光，就可能真的，可能好，我可能没有像其他设计学生一样这么的风格，这么的独特，这么的大胆，这么的前卫。可是我觉得我的挑选商品的眼光蛮独到，就是会让老师觉得，嗯，他还有吗？这样买得到吗？各位，很多。很多呢，后面一堆，在更后面，就是那个那扇门，然后更后面，有我的一堆。所以我跟他说不可能住宿舍，而且我妈跟我说你住宿舍，我给你1400，因为我爸本来给我1300，我多给你1400，这样30，这样一个月下来就大概可以够用这样子。我想说，这堆得下吗？就是我看我宿舍的朋友们，他们就已经爆炸，他们已经爆了，而且6个人一间，好，算5个人有一个人不回家，5个人一间，东西怎么堆？设计系同学，好，我如果6个人一间，然后我东西长这样，够吗？够吗？而且如果我搬就是离太远的话，我要跑东跑西拿东西。就如果我搬太远的话，如果我现在想穿什么衣服放在我原本的家里，我要再跑回来，然后我要再跑回去，跑回来，跑回去，太麻烦了。所以我妈找了一个很近、很方便，要拿东西直接就可以去拿的这种。所以我妈她的想法是这样子，她说近，然后空间又够。我要上厕所，等我，看很大，很够我用欸，进去，我觉得我应该要把一些就是用不到的玩偶搬回家了。大家不知道我需要，但其实我作业真的花很多钱。那但是他有跟我说过，哈，可是你之后要做服装之后需要大笔的钱，那个会再另外帮你。但他觉得，但我自己评估，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没有到真的需要这么多一大笔这种真的要办服装这种事情玩，所以看不来是不是顶家。其实装潢很活泼，
可是我很讨厌蓝色的那个，我觉得可以全白吗？可以全白就好嘛。而且其实很多顶家他们的屋顶是，很多顶家他们的屋顶其实是那个塑胶，然后一块一块。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我们家是漆过的。有装潢过吗？可是那个贴纸真的可以撕掉，我自己觉得那个贴纸我觉得很没必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掉了。其实我很想把那个撕掉，然后贴更好看的，但我觉得应该会被房东骂。我可以问他说：“房东，不好意思，那个贴纸我可以撕掉贴我喜欢的。”然后那个窗帘是我妈妈自己，然后我们家自己弄的，原本是很可爱的一个角落生物，但我没有喜欢，我就要把它换成一个粉色。可装潢过，贴贴纸叫装潢过吗？贴贴纸叫装潢过吗？但蛮好的是，就是这块有他们有装这个，而且他们有三块，但因为我要放东西，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上面。林最不喜欢什么色？绿色吧。但你的应援色没有有差，好不好？我跟你们说，我喜欢的是 Tiffany 绿。不是红色，是 Tiffany， 而且我喜欢吃 我想要用 Tiffany 是因为也很像芭蜡那个颜色，但其实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绿色，但因为粉白啊、紫啊这种都被拿走了，我真的不能用什么。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还是你们要改橘色？对啊，其实我觉得橘色也没有很好看。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自己，我喜欢桃红色，但灯光就没有桃红色啊。韩寒回应你的贴文很好笑，有吗？他就打一个问号而已啊，还有回什么吗？他就打个问号。可是是桃红色没有错，可是现在是桃红色，当时是绿色，但我现在非常的讨厌绿色。I don't know， 也是会变的。女人总是善变的。啊！可是我让我选的话，我还是喜欢，还是想继续住在，还是想要继续自己住。但其实我现在感受不到好处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习惯，如果在当时的我还住在家里的我，然后我还是一天拿着300的，我看到我现在我这样子的我应该会觉得蛮羡慕欣赏的，就我自己住这样。可是我现在已经无感了，我觉得没有自己住的感觉，是因为我如果自己住就很无聊，我就开始录一些很有的没有的限动，很无聊啊，自己跟做很无聊啊。而且其实我也很想要出国看世界，是其实我蛮欣赏品海。但是品涵因为他很了解日本，然后去过日本很多次，而且他就自己住在日本，什么都自己来，然后我就觉得一个小小的女生就是可以做到这样，我觉得很独立，我觉得蛮欣赏的。我不要去日本，其实我自己最想去的国家不会是日本。
对，意大利需要讲日意大利文，那我没有考到意大利文系，所以全台唯一意大利文系。不知道哎，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的进修部就是好进，但毕业率不高。你同样的进来，但他要求的跟日间部一样的话，毕业门槛是一样的话，那除了国英以外，但数科一样的话，那其实很难。我觉得品涵是因为他熟悉日本，然后会讲日文，然后有去过常去，然后又有日本朋友，然后工作又在那里，所以有一个工作在那里就等于说收入稳定。然后收入稳定我不知道，那就是有收入，然后熟悉就代表他知道哪里是可以去，哪里可以去，哪里不能去。然后有朋友就代表他可以带着他。节目十点我不知道哎，真的毕业率不高，而且感觉很多人就会被挡。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同时进去，然后他上学期有些课都还是会到，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学期就只到了那固定那两堂课，然后就其他课都没有去上。然后我想说会双二一，因为现在第一次被二一，现在你们知道现在大学是双二一吗？不像之前一样你被二一就没了，是双二一，你被二一之后你还会给你一次机会。对，所以他如果现在双二一之后，他现在二一之后，他之后大二大三做不出来的东西，他就会的确一定会被双二一。双二一很难啦，而且没有吧，其实我不太懂双二一的定义，就是你不要，假如说你实习师的你修20学分，但你得到没有四分之一学分，就是被二一，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他其实有算过他如果要得到什么学分，然后他就不会被二一？还是他其实有这么聪明去算他的学分，他不会被二一的几率？但我没有要往他那路线，我是真的想要好好的的欧趴。被当一半吧，哦，我不知道现在的成绩，但是我记得我上学期的成绩除了英文，但我英文也没有不及格，我其他都是大概70几80几，不可能90几，因为设计不可能拿90几啊，不可能，设计不可能拿90几啊，80几已经很高了。我记得别班那个创机70几已经很高了，然后给我们80几，85还88吧，我的成绩要落在85到88之间。其实我没有很会做，我自己自认为我觉得我辅构不强，但是全班目前我算是少数创意群做完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做的比较简单，还是其实因为老师有帮我，但我做的是少数班上做完的人。我不知道说，可是我知道，对，我做到，我跟你说，我做到是真的做很快，
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可以毕业的原因是，我觉得要在设计系毕业的原因是，一，你要敢去做东西，敢出作业，二，就是你的时间规划要好。我自己觉得我是因为做东西做很快，我不够。而且很脆啊，跟你说我都在固定同一家买，然后如果他当天卖的巴拉是软的，他就跟我说煎的不脆哦，我就不会买。他就是卖我卖脆，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脆，他说煎的不脆哦，我就不会买，我就拜拜回家，算我走很久。有天分没有，我应该没认识很久，有天分才会做很快吧。我朋友说，因为我有时候会缩度缩时我做东西的影片嘛，然后我朋友看到，然后他就说你很糗欸，老板知道我的口味的，我的口味很赞哦，你们吃过我喜欢吃的东西就知道，嗯，哇，你吃的东西就是 这个味道。什么鬼，我说什么东西不知道，很糗，这很糗啊，就就是我只要一开始认真做东西的话，我就是会隔绝，与世隔绝。然后那时候我在说什么，然后那时候有一次，然后老在点名的时候，我就很糗，我在做东西，活在自己的世界。他点名其实我知道，但我不想理他，而且我一看就知道老师有看到我，因为他叫我很多次，他说因为我知道他其实一定有看到我，他一定有看到我，因为老师会先 瞄一下有没有到，他有知道是谁，然后我就知道他一定有看到我，但是他喊了大概三次我都没有理他，他就觉得这个人是怎样，就觉得很问号，就觉得因为通常看到的话他就是会哦，我就没有理他，我都没有理他，我就这样没有理他，会有点没礼貌，但我就知道老师知道我在，所以我就不想理他，但我就继续做东西。他应该觉得很小孩子到底在很没礼貌，他就很忙啊，我都已经进到自己的世界，我就不会想理其他人，这样才有效率。 OK， 有效率，不要浪费时间，然后就被忽略了。哪有啊，是他忽略我。我觉得是我很常被忽略的原因，是因为老师觉得我可以 handle， 所以我可以做，然后他就觉得你就慢慢做，反正你可以做的。然后他就会关心一下其他可能更需要关心的学生，大概是那种做东西做很慢的人。像我弟读设计就是不可能，我可能也待机啊，就我弟好好的坐着十分钟，他可能就开始跳抖音舞了。因为我弟有过动，他小时候有过动，但现在好一点，但他还是静不下来，他还是比较好动一点。我可能也待机，我只会这一句而已，我太很懒。因为我弟他就是坐不住，但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我跟我弟是相反习性，就是我不要动，但要我做可以，然后我做东西可以，但你要让我坐着，我做东西，我不喜欢动，很累耶，很累耶，超好笑。我跟我弟是不同调调的人啊。而且你们还知道什么？我读表演艺术读得很痛苦。我是自从转过去能人之后，从玉达转过去能人之后，开窍了。我不知道是哪方面开窍了，可能是到了一个我终于可以转学，我终于可以到我一个想要环境了，我终于转学成功，或是那个环境是我觉得我可以好好学习的环境，我觉得开窍要考到班排一。对，我开窍，我觉得我蛮晚才开窍的，所以大家都跟我说你大学变很认真，然后连我家人也跟我说哦，你大学很认真之类的，之后我觉得可能我开窍的晚，大学认真也有好处，因为大家看的是最后学历，大家看的是最后的学历，哪管你之前怎么样，然后看你最后的学历，那你比较晚开窍，那你就是幸运啊，你就是刚好在大学的时候比较认真，很少人其实
很少人欸，其实很少人是到大学之后开窍之后就变得很厉害，但我有看过跟我一样，就是真的大学一个超认真。但通常高中认真的人，高中认真的人到大学就觉得哦好累，然后这一堂通识课那算了，不要去上这种。因为我在大陆读过书欸，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大陆读过书吗？欸，你们记得很清楚呢，你们记得很清楚呢。玉林大陆，玉林幼稚园在大陆吗？没有吧。我玩老吉，我跟我弟玩老吉，和在机场的时候，我跟我弟在机场的广场上面抢王老吉，那边跑啊，玩王老吉的。到几岁我忘记了，这可能要问我爸。中班吧，忘记了，小班到中班，我没有记忆的时候，反正我只记得我那时候是公主。我现在也是公主吗？没有，我现在是。在默默的努力中。其实我可以不要读书，然后去当啦啦队，但我觉得好像那个知名度对我来说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之后应该就是好好把书读完。没有欸，其实我超疯的，我真的超疯。但是因为我现在不好在直播表现出来我的疯，但我试一下，我真是简直一个疯子，我梗超多，我名超多的，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读啦，叫孟纯啊，然后还有谁也没有读了，那孟纯也没有读了，林一也没有读了，对啊，孟纯林一也没有读了。好多人都没有读了，还有谁没有读？欸，连 Mina 也要开始复学了啦，你们知道这件事吗？还是因为他说他有讲过，栗子也没读了，对啊，栗子就是去当啦啦队，玲玲如果去当啦啦队，应该超多粉丝，有吗？没有吧？不会吧？这不是我想要，很怪耶，不太自在吧？林一、桃桃已说明不会复选，他们怎么说的？对啊，连 Mina 好面面不老板不知道为何那么久用面面吗？没有，面面本来就是想要把书读完的。弟弟的同学是台钢啦啦队的耶，所以呢，他其实，但我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型，我觉得偏肉感，感觉一定也蛮矮的，感觉比他高一点，比例吗？他比例感觉很矮耶，
我觉得很可爱啊，那是你喜欢的型，我喜欢的型不是他那种，他那一种感觉就是哦，遇到再困难的事情，我都要用笑容面对的那种女生，不是我的菜。我觉得这种很虚，就是很，就我不喜欢那种明就已经很辛苦了呀，没关系，没事的，加油！我就不喜欢这种啊，就加油，就很烦啊。不好意思，我就没有啊，阳光很阳光啊，很有点阳光过头了，就是我喜欢成熟一点认真面对的女生。哎，如果我一个男生我要跟这种女生加油你可以的，我就觉得好，你可以闭嘴吗？你这样并不会因为我就是好，可能心理上要心态坚强，但他并不会帮助一件事情水到渠成。跳个月宝地看看，我不要，我超级讨厌那支舞的，很丑，我不要，可以不要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艺人与演员好像不需要，就是不太看，就是看你个人魅力跟你的知名度。那想要知名度当艺人请去啦。对，我这样被我会被骂说你说什么叶宝弟很丑，我不要，我绝对不会去啦啦队，绝对不会。我跟你说，我对那个无感，是我一开始觉得哦，这女生蛮漂亮，蛮可爱，但之后就是有点太多了，就是好了就好了，就太多了，之后我就觉得可以停了 ，stop 好不好 ？stop。林英比那几位几例哈？哦，我跟她不同类型吧，就是，而且其实人家也是学霸级的。人家多益好像金色证书，然后双主修法文的，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吗？人家也是会读书的吧？而且他 EQ 感觉超高，就是他感觉哦，就是他面对，你们有看过他访谈吗？就他们面对新闻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都很就是回答的蛮有条有理的，我觉得还不错。但 but 他跳舞其实没有这么好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如果以一个会跳舞的人来讲，他真的还好，以跳舞来讲他真的还好，就脸好看，然后就这样，他跳舞真的还好，而且他腿好像就是太，就是他太瘦，而且他比例太瘦，他也没有说高吗？他也不高，你说无感的部分吗？我觉得还好，你们觉得他无感好吗？我自己就是还好。就普通这样，感觉他是媒体可以，我觉得是他们，我觉得是有可能，你不是更瘦？没有哎、欸，我看他那个视觉不同，好不好？那个视觉不同，他瘦我瘦，但视觉不同，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一个视觉不同。我是自己觉得我喜欢我自己，只要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的感觉，我现在就是大家要喜欢，就是要喜欢自己嘛。没什么唱跳实力，所以我才说啊，现在要知名度就去啦啦队，然后你去啦啦队有的就只有知名度，然后你之后就是知名度，像等一下他就是知名度红的，那他之后就是知名度跟他绑一起，但如果你之后还拿不出来什么武器跟什么才华的话，你就是会被大家抨击说靠卖奶之类的。对，而且如果其实你们看到、哦、如果一粒他身材像林湘那样的话，然后他那样的脸的话，哦，他不就更红，比现在更红，因为他就是没有林湘的那样的身材，所以他就只哦就这样，他之后就是会被时间带走，那这就不是长久。但他英文好，他之后可能不在拉拉队之后也可能找到一个还不错工作，他是会读书的人呢、啊。而且其实听说我弟那同学
没有读完高中，但他还是可以拿到高中的毕业证书。然后他偶尔回去一次学校，然后我就觉得何必。然后就是我会回想起我当时的我，我回想起我当时的我就觉得行为超级讨人厌哎，就是我现在直播骂人会不会被截图说哦他讲这些？没有，我不知道，就是。我之前也是有前缘，然后我都有去学校，就偶尔没去这样。他是一段时间都没有去，我们都有前缘，我们都是女团，我们都是在团体有活动。为什么他可以一阵子那么长期时间没去学校？然后可能因为他在高雄什么的，反正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为什么还可以拿到那个毕业证书？我就觉得他凭什么？他最后卡在高三那一年，去，他凭什么可以拿到最后毕业证书？我就觉得不妙，我就觉得，哎、欸，是怎样？他刚给他成绩是不是？他跟学校谈好什么的？我就觉得超级不公平。为什么当初也可以这样？我当初也可以就是跟他谈说，哦，因为我那个也可以啊，那为什么不行？他可以，他这样，他就比较台拉队比较屌吗？也没有啊，你们让我各种一个怒气出来，所以不要再跟我讲拉队的事，我的一个怒气上来，对不起。就那时候的老师也跟我说，没有啊，了不起吗？公司了不起吗？那他直接跟他说，哦，了不起吗？对啊，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啊，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有谈好说什么，哦，因为我们要签这个女孩，所以这样的女孩可能要在高雄之类，然后公司跟学校谈好什么条件，说可以让她拿到毕业证书。然后我就，哎，你们不觉得？你们不要以一个哦，就是知名度看，她光以学业，她没有读完高中，正常高中高三，她还可以拿到毕业证书，我就觉得很荒唐，就哦，这么好，是这么好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对啊，有巧好，然后她就偶尔去一次学校，然后跟朋友拍拍抖音，然后就觉得，哇塞！哇，酷哦，酷哦，人缘好吧？他可能人缘好。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听说雨林也是，就是雨林好像雨林没有去学校，但雨林没有去学校，但他也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但是他有缴学费，那他一定也有缴学费。对啊，就只要缴钱就可以了。真的很无语耶。很荒谬耶。而且我觉得其实跟班导也有关系耶，因为那时候高中是班导管的嘛。那当时候如果班导同意支持你哦，支持你去拉队哦，这种话那他当然就可以去，因为那时候班长超级不支持我，他就说学生比较重要啊，你他就一直觉得他的观点就是跟我说，没有，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读书，刚好毕业，不要管你的工作。但我同学，我有那个我弟同学是超他学校的师长超级支持他走拉拉队就好，然后有工作感觉是可以让你请假哦，这种我就觉得。哇、wow、哦！对啊，为什么他不用？光这一点，我就是已经可以美送好久了。我觉得已经可以，就是千百个理由，我不想要踏进去。班导跟系主任的态度吧，哦，因为主任有换，班导也有换，但不知道他们给我，那我也不知道什么他们要这样觉得，就是他们觉得我当学生比较重要，他们可能觉得我明就是可以好好读好书的人，不然像我在就是在大学读的好好的，我不知道哎、欸，不知道，好、啊，你要他来读我们学读，就是
应该也没有办法。他如果要读大学，我跟你说超扯的，就是我弟已经高三准备毕业，然后现在准备就是要读大学，然后就连我老师哦看过他照片都问我弟要读哪一间大学，说你弟要读哪一间大学，我就说哦某间某某大学吧，然后我旁边朋友说不要很烂，然后你知道我弟跟我说，我弟说我老师说你就会让我直接进去，然后去读什么艺人专班，然后我就这样顿了一下，我想说哈什么艺人专班，你读那个就换毕业证书了吗？然后他就我弟就跟我说那个艺人专班就很好毕业啊，你就进去啊，然后就可以一直请假，然后说艺人专班是不是你不觉得很荒谬吗？艺人专班很荒谬哎、欸，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不错啊，你就可以一直请假，你就可以请假。因为我是艺人，所以我可以请假，这是正常的吗？这是正常的吗？好，浪费钱，浪费时间，超级无感。就是不是啊？你有一个某某大学毕业证书，然后那些大学是就是那个鸟不生蛋，然后一定要快倒的那种大学，然后就觉得，然后你好，你可以去，但你有想过你拿这些毕业证书去，然后你红，知名度红，你就觉得就很像小朋友在玩游戏啊，就是很厉害吗？就是。可是那个学位又没有很好，而且好的学位是用钱买不到的吧？那个观念不太一样，我觉得是观念问题。反正我弟就跟我说，他老师希望他去什么什么艺人专班，然后他说你要顾形象啊什么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听那些老师讲的话继续读下去。我觉得我一整个人的心态跟一整个想法跟理念完全跟我上一间我高中上一间学校的他们整个体系不一样。脱节，可是我们学校是好，他们开进修部，进少子化当然就是比较好进，好那进来一批学生，老师的教育态度还是很严格的，还是有严格度的，像我老师就会跟我说，跟我们说，还是会骂我们。哦，还要把同学骂到哭哦，骂到哭哦，说你要混，干嘛在这边混？真的真的，跟你说，真的很多，现在真的大学很多可以混，像我刚刚说的可以混，但我们老师是真的会骂说你要混，来这边干嘛？这你现在在这边，你可以来个学校，他说你可以来学校，你就这样继续做，然后你可以来学校，你就做这些东，你就做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不信你大学四年之后你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我们就被骂哭了，然后你们子少年读那一种的，什么？你说什么？招生压力大？哦，我觉得很好笑。然后真的很荒唐，是我真的有朋友 friend 哦，朋友，真的就是他真的很喜欢原子少年的人，他为了他去读那一间学校，然后有什么活动他出现，他就去跟老师敲说我要去看谁谁谁谁谁。然后说什么？因为还读艺人专班嘛，所以很少去学校。我说什么的，什么艺人专班呐、啊？听不下去了，太疯了吧！太疯了吧 ！Hello， 我朋友太疯了。我就跟他说：“你是真想走表演，还是你只为了追星？”他就跟我说：“他真的很优秀，我真的很喜欢他之类的。”我就觉得这学校真的是。这学校还好吗？这个学校太疯了，太疯了！不要听人专班真的那个好笑，很幽默哎、欸，很幽默哎、欸！啊！我还想，如果我去读那个艺人专班的话，我这一圈蛮幽默的，蛮荒唐的。太 crazy 了，真的很荒唐。大学也要养老师，学生混门评，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台湾的大学教育普及，然后人人可读，然后人人不去上课，然后就可以拿到文凭。哇塞，那意义如何？就多了一个赚钱管道吗？这是什么鬼啊？然后老师就是会去那些私立学校，然后那种人情人脉谈好就可以进去的那种学校，然后这样进去之后就混，啊没有，混就混哦，混。那真的要滑手机这样哦。现在真的很多学校这样，景文是不是也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过好多学校做参访，我们去过什么龙华科大啊，然后崇佑啊、景文啊这种，还有四个字的那个什么，就很多那种跟企业，宏国德林，对，宏国德林科大，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介绍说，哦，我们宏国德林是跟什么什么科技合作，什么产学合作，对，我们都搭游览车，对，我们真的都搭游览车去，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的事，就是这是到底在干嘛？主要是中国科大是还行，叫宏国德林啊，不知道啊。说，如果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是去了那些学校的话，我也不会开心，我就一样没进步。哦，好痛！我的手好痛，我的手好痛。一定是我招太多口业，但我只是想表明，就是李斯德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约翰，圣约翰。因为我当初就是这样想，所以我才去我这间学校的。没有，你们现在讲的都我觉得还行哦。我最近偏暴躁，不是，这是我的阴影，这是我的黑历史，因为我之前就遭遇到这些，让我觉得很荒唐。然后我的想法就跟他不合，我硬要待在那个环境。我就跟我妈说，拜托，我真的想转学。我妈说，你就读嘛，我就读下去，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我在那个地方浪费时间还得到那个文凭，我就觉得很荒，太荒唐，这不是我要的。我就拼命，就是不管我现在再读一年，我都没关系，你懂吗？你没有懂我的想法吗？我真的不行理解他们的操作啊，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操作啊，是怎样？太缺，太想赚钱，是不是？我一直都认为我转学是做对的决定，而不是错的决定。大家都说，哈，那你会不会后悔当初就好好读完？不会，不会后悔。我觉得我在那边读完，我三年也得不到什么东西。我反而转学，我交到很多好朋友，还真的遇到好班导。我跟你们说，我遇到那个班导多好，真的是。对啊，我真的，我要毛线打我自己的头，纠结在一团。所以我现在真的超级珍惜我现在可以得到学校资源，所以我都很乖，都有去学校。一人专班，对，他只希望我毕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他就希望我在那间学校好毕业，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去不了学校，我看到那些学校就想吐，我真的受不了那边体系。他那个体系就是跟我刚刚讲的那些一样，就是什么科大、什么科大、什么科大。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我干脆不念了，因为我要念，所以我才会好好的选一间学校念。原子少年，
啊，其实我觉得原子少年，原子少年，因为他们就是，就我跟你说，男生很单纯。因为我问过我弟的想法，就是我问过我弟的想法，就是他说，我就问他说，你大学要读哪啊？你知道未来怎么打算？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顺其自然。男生真的不会想太多，男生真的不会想太多，所以原子少年那些很多什么都去什么科技，就我不意外，因为他们不会想太多。但我能理解，因为他们是男生，他们真的不会想太多，真的，他们真的哦，顺其自然哦，好哦哦是哦哦，我没关系啊，那就这样啊，嗯哦 OK 啊，哦好，真的不会想太多。他们不会想这么多，很好笑。我每次问我弟大学要读哪，他就说顺其自然哦，他不会读吧？我不知道，不知道，再看看啊。Hello， 弟弟，你要入学了，大家都在准备备审什么的。玉燕正在准备备审啊什么的，后来在 TP 啊，已经出道啊，他认真准备备审啊，你在干嘛？男生真的不会想太多。他说：“好啊，不然你来我学校当我学弟啊？”不可能，因为他不会好好的做作业。如果我弟跟我读同一间学校的话，他会被死档，我弟会被死档，死档，他可能边做作业边边跳 breaking。重佑也很多原子少年的，不要闹了，不要闹了，男生真的不，只有我觉得就是，只有我觉得男生如果要走女团路线，就是男团出道路线的男生都不太会读书，就是会读书的比较相对少，他们都是比较偏好动，然后不用脑那种。对，对，对，男生是单细胞生物，会想的人不会读那些学校。对，我跟你说，我之前要读那，就是我国中国三的时候，然后我们班有一个考上台大的日文系的榜首。然后还是繁星入学那种成绩超好，然后建中那种人，那种同学，他坐在我旁边跟我说：“你要读那间学校干嘛？”他是会想的人，他就成绩这么好，跟我说：“你要读那间干嘛？”我说：“没有啊，就读啊。”我后悔了，我应该听他的，代表我们同一国人。因为从幼视野一颗大，丁玲已经很多。高职同学应该是读哪里？对，我离开那个体系了，我离开那个体系了，我大一大清醒哥，对，他是清醒，他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那个体系，我觉得那个体系总有一天会被教育局推翻吧，我不知道，他们知道那个体系在干嘛吗？教育局知道吗？因为私立，所以教育局没来管。我不知道现在就是教育部现在是怎样。哦，你知道之前好像听到某一间学校，然后他们那一间学校已经直接一个放弃教学这件事情，就是那一间学校就是直接一个放学生一两个礼拜的那一种。然后一个礼拜可能是某些学校也会，因为他想要把连假并起来，他就是已经不是连假的范围内，他放学生一个礼拜自行摸索什么的。然后我想说这间学校也没有这么龙华，是龙华的样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龙华科大放学生一个礼拜的假自行学习，然后我就想不想教了吧。你要我们学校放我们一个礼拜不可能，我 calling 老师顶多就是会迟到，上课迟到，然后有时候老师可能会有事情会请假不到，然后让我们放，不会一个礼拜就突然没上课。政府没选票与媒体炒作什么意思的事都放牛吃草，什么意思？对，我觉得龙华已经算好的，
福大之狼好像是龙华的学，福大之狼 是什么东西？你说骚扰龙福大正妹的狼色狼吗？什么东西？福大之狼是什么啊？是吗？我看上面的名，我看那个名字去猜的，片面的去猜的，是吗？其实我觉得很意外，是这种，是不是是当时的老师跟我说的是希望我毕业，那代表他的思想体系是不是那一个体系，他的思想不是那跟他们同一个体系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在那个就是在那个体系中就是工作，然后让我觉得有点荒谬。我在这个体系，我想离开这个体系，然后他要我在这个体系，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赚钱啊！他要在这个体系赚钱，他赚的钱是他想要赚的这笔钱，是不是？那他如果真的喜欢什么更好的学校，那为什么去不去？因为去不了，不是，因为去不了。好复杂，我当时都不可能想到这些。哦，他本身社畜，他寄人家底下，他必须告诉我他自己其实内心真的觉得好的想法，但他不得不说，就是他真的就是只能哦，懂了，我现在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哦，想通了，我长大了。我想通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想一下我的立场。如果我现在需要赚一笔钱，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上班，我遇到我自己的学生，我自己的内心想法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会跟他讲吗？想一下，我就跟他讲。会，我就跟他说没有我觉得其实你还是真的要就是好的。会，我一定会这样讲。你工作一阵子就会懂，你说下面用第一桶吗？少数是读公立的，我觉得不太能以公立私立分诶，我觉得是要看学校诶，因为我也读是私立的，可是我也读的是私立的，但我的那个科系嘛，那个专业领域吧，我觉得是专业领域。Hello 玉，我们在讨论，我们刚刚讨论，有人要跟玉讲我刚刚在讲什么吗？有人可以用简单的，有人可以跟玉讲我们刚刚聊什么吗？我们刚刚在聊我高中的事情，然后我现在懂为什么那时候会遇到那件事情，但是不一定可以出道或是大红大紫，很长一串哎。嗨，那我们今天不能聊党啦。今天不能聊党啊！有人要给玉看，我真的很难在讲。而且我也不知道从何讲起。我们刚刚聊了什么？我们刚刚聊的是，因为玉也当过老师嘛，就是我们在聊，我们在聊现实层面的事啊，不能聊吗？也不能，不是不能聊，就是比较不方便。
教育百年大计的部分，就是有点想，有点在讨论教育方面的教育方面吗？就是体系，教育体系底下的一些黑暗面这样。然后还有一段是有点微开喷，而且那开喷不是说它不好，是我觉得不公平的那种开喷，凭什么的那种开喷，是那种有点带有情绪的那种开喷。艺人成就真的跟学历高低无关，可是好，跟学历高低无关，但是你看那些真，就是我觉得长久的还是要有点，我自己觉得还是要有内涵。像我爸今天骂我说我生了你们两个长得漂漂亮亮没什么内涵，对，我就是因为觉得我没什么内涵，所以我才希望我自己有内涵一点，对，我就是这个想法。所以我才不想要我这么早就马上知名，然后去承受很多一些这个人不实力，没什么内涵，没读过书这样，对吧？对，我跟你说，我爸跟我讲话超直接，他超级爱打击人家的。对，没错，但我觉得你看那些真的有出道红被大家喜欢，林依晨、林志玲、张钧甯，然后那些比较还有谁，张钧甯也是读戏剧出身，那些比较真的有内涵，然后可以长久在这个圈子里，都是有点内涵的人，我自己觉得很重要。但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是时候，觉得好好应该要，对，蔡依林，人家是福大英文系耶，人家英文好，别人觉得内涵跟学历没什么关系，是吗？不会觉得，我不会这样觉得，从以前就觉得玲玲很有内涵，没有啊，但是我爸不觉得，我爸觉得我没内涵，因为他觉得我太疯了，因为我在家真的很疯，你们没有看过我在家的样子，就不知道我多疯，我在家是真的会像许佩文那样正在直播开场，而且是大叫，直接那种，我真的是那种，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艺人好像都是从一些芭蕾学校出来的，但我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确是从芭蕾学校出来，但是他很努力。我觉得还是要看个性，弯弯可爱多了，那你去当他爸啊，拜拜。听说好像家人看家人比较对，对，真的。并不是疯就没有气质内涵吧，那是内化的东西啦。我自己也想觉得，有时候你不能看他的行为就马上评断他。我觉得你不能马上，就是大家都会透过观察看这个人的行为去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但你不可以马上看他这个人在做什么就觉得哦，他一定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到一个人很疯，你说这个人就是没读过没气质，不，然后你要不要看一个人就哦，他就是在干嘛，我就觉得哦，他这个人一定就是不细心，没有，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有一些抓马，一些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原因。有小马人也会发疯啊，这句文法好怪哦。你们家是不是会互抢啊？会，我跟你说，我在直播抢我爸，我被我阿妈看到，我阿妈就说不要这样子，家丑不外扬。这样，谢玉的梦幻烟火，对，我阿妈就跟我说家丑不外扬，不要讲出来，因为我阿妈有偶尔会看我直播，好妙啊、哦！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平常在直播上面整我爸什么的。家丑不外扬，我说也没有丑吧，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啊，我觉得蛮好笑的。对啊，妈妈要不要？就感我爸说我干嘛很可爱，那拜拜。但我觉得弯弯感觉家人也蛮爱他。他给我一种就是爸爸超疼弯弯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被家人照顾的蛮好的。他以他这年，他几岁啊？现在新鲜柠檬的红玫瑰哦，我要跟玉讲，就是我们刚还有聊到，就是体系问题，就是他很多哎，我要怎么讲嘛？我刚刚怎么忘记我那时候怎么讲的？有人要帮我讲吗？
我不想再讲第二次，好话不说第二遍。还有什么？还有说哦，就是那个老，就是如果一个老师他是因为，哦，好像有点讲到关于一些比较，其实电影也有演出来，那时候是哪一部电影啊？其实我忘记是哪一部电影，但是在讲说老师在这个体系底下教书，他其实并没有喜欢这个体系，但是因为他为了卫生，但还是会去好的老师会私底下跟学生讲一下他觉得真实内心的想法，但他还是在这个体系上班。那什么他要离开这个体系，他不离开这个体系呢？因为他要赚钱。对对对，不喜欢体系，但他只能继续待着要赚钱。对，但他就可能跟他自己的学生说，就是他说他类似的他给我，他也没有说，哦，你要乖乖念书，他给我意思就是好好毕业，就是真的就是要好，对，好好念书。他的意思在就是好好念书，对对对，不是那种真的的，啊，没关系，去通告吗？啊，加油，支持你哦，不要来学校没关系，都会很支持你们的，你们赶快不要来学校，你们继续读书，你们继续去参加通告。对，可能演艺学校都这样子，但他其实个人比较偏向北艺这种，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北艺其实没有很多远读吧，就是北艺没有很多 ING 是艺人的人读，通常 ING 是艺人的会去读台艺大。对对对，就缴钱就好啦，不用来学校，讲好就好，偶尔来一次，加油，支持你哦，支持哦。我也觉得不公平，因为我当时候没有这样，我也是女团的，我也有工作啊，但我当时候没有这样，我当时是。就是真的，就是老师逼着我说你要来学校，你不要再不来学校的那种，我就会觉得那不公平。但这样回头看，我就会觉得说，哦，懂了。哦，对对，原子少年会读去，我很会帮我，我很会帮我列点哎。艺人会，就是艺人会去读原子点，原子科大机缘，对对，因为他们男生体系不会想太多。就是我问我弟要读哪，就是他也是说顺其自然。那我觉得我弟就会跑轮流到那种科大体系，不去学校真的没有办法学到东西，但他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因为他要缴钱。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就是教育局都没有关注到这一点，然后就没有意识到，就是现在已经太泛滥了。北艺大较多艺人是去读戏剧学院的哦，我是说比较偏向那种偶像或是艺人的比较会去读台艺大，比较就是偏偶像，但是可能就是演员的话可能再专业一点会去读北艺大，但是那个台艺大感觉就是比较欧阳妮妮那种，好像之前老师有跟我们点过，就是哦，台大夜间部是，唐启阳好像也是台大夜间部的。我记得某一年好像看到唐启阳去读台大夜间部，真的，他去读戏剧，因为他觉得他好像觉得说那个戏剧，那个读戏剧可以帮助他看人跟占卜什么有相关，我不知道，反正就真的唐启阳就去读台大戏剧系，好像是真的。我真的有看到那一篇新闻，我真的有。那我就好问老师，啊，老师，我前天看到那个唐启阳去读，然后说哦。是夜间部的，他就有告诉我要台内台大夜间部在干嘛，这样很好笑哎，很有趣。哦，因为大学不算国民教育是吗？嗯，好的。结果我大学才开始认真。我高中还是国民教育的时候，我真是，哎，反正没关系，是国民教育，大家。我不想念，但还是会逼着我念，没关系，这种感觉，国民教育我就不念，但也逼着我念，没关系，反正我怎样，我爸妈都一定让我念到高中毕业，那种感觉。我现在开窍了，好，我之后大学一个超认真，我把我饮料喝完了，我要小蒸牛。对啊，我们学校如果认真的话，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读书搜搜就好。对，真的很上进耶，觉得好感动。我觉得我一直都不觉得我不是一个上进的人，只是我在那个体系下，我真的觉得很闷，很喘，就是很闷，就是很溺水的感觉，就是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被困在里面，然后你不能呼吸，就那种很想要离开的那个体系。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哦，可是我觉得高中这样子的话，它是义务教育，所以可能可以沟通，然后让他不来学校，这样是其实可以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是硬要我一定要什么毕业这样，我觉得哦哟，反正我就觉得很妙，我不知道。啊，写我的名字在饮料盒上。义务教育为什么？因为乱啊，是吗？我不知道。很多哦，对，我还没有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多那时候高中同学都是读继续读那个体系嘛，然后继续读那个体系之后，哇塞，休学率也很高哎，就是好混，但是他们还是都休学了。然后我有认识一些朋友，就是谈恋爱之后就是开始不认真，然后真的有老师问他说，哎，为什么你开始大学之后就不认真之类的。就是在那个体系不一定，就是高中读的好不一定继续待在那个体系大学就会好，因为我觉得那个体系的大学就是蛮多余，就是真的要赚钱，真的。我觉得现在休学率超高，因为现在小朋友都是草莓族啊，我自己作业超难，我那抱着棉被哭好不好？如果就是当时候以这个。功课量的话其实是很少的，我们学校以现在这个功课量其实在当时候是很已经很少的。还好脱离了。你有听过学历通膨吗？就是你说越来越多人读可以用买的吗？你说学历可以用买的吗？抱着棉被哭，我真的会抱着棉被哭，我要疯了，我这样好难，就要哭。我个人觉得这社会已经够多元了，义务教育已经不符合就业需求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义务教育到国中就好了。高中大家可以已经可以开始打工了，而且看高职考到很多证照，还是都去念大学，好不好？嘿嘿，超怪！我刚刚那个嘿嘿，我只是在画画。把我的书都弄脏了。不分年轻人与青少年，就是现在大学生太多了，学历没什么含金量，所以很多人觉得休学工作。对啊，那他们读的一定就是没什么，就是没有很好的大学。跟你说过，我们学校有一个人是从成功大学航太系转过来的，哎，这学历还不错呢。他转来我们学校，就代表我们学校还行。有这种人转来，这会有那种真的是成功大学清大转去科大吗？他是还好吗？对，可是他转过来，然后被我们班老师说你想不开吗？就代表其实真的还不错。我想要上厕所，可以让我再去上一次厕所吗？哎，我直播两个小时，
我真的是瘦到需要别别针。德国就是选拔教育，德国就是选拔教育，学习好的人上大学也不好毕业。我刚才调别针，因为我今天没有用腰带。它其实也没有很松，其实也可以不要穿，不要别，但我想别啊，就是别起来比较有安全感，好麻烦的感觉。其实还好，我有变快。我要在想要不要直接去改，但我一定不会是自己改。然后我朋友说：“你学服装了不自己改？”对，我懒，我就是懒啊。我就是懒，我超红。哦，我刚有我妈回来，然后一个很紧张，说我妈会不知道我在直播，说我妈我在直播，这样子很尴尬。我关播了，我手机消失跑，没电了。我的身材不错，是很顶的人，我是说外在条件很顶。只是我虽然是没有，我要高调不高调，要低调不低调，身材最好的先一二级，有吗？有吗？竹竹也还不错吧，哦，竹竹太高了，男生不爱。可以长点肉吗？不要啦，很胖欸。我跟你说，我其实如果要我真的讲的话，我可以讲谁谁很帅，都很胖。我觉得我自己超级好，超级标准。我觉得其实我有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到就是真的是瘦到很扁，我觉得要瘦到很扁的，哎，超坏好不好？祖祖在东人瘦环境，不胖不瘦刚刚好，不胖不瘦，我不瘦不胖，我不胖不瘦吗？我不瘦吗？真的，你这样你不觉得一堆人超胖？对啊，我觉得我们团你腿很细耶，我腿是细的，但我觉得刚刚好，就是不会到。不会到很，我妈好像昨天回来，就是不会到细到超级恶心。可是我的腰不是那种像依萍那样是平，我在直播，我觉得我的腰是就是窄的，不是平，别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以前觉得是你跟妮妮最真，可是我觉得妮妮长相不是主流的漂亮女生，应该是说玲玲肉刚好在对的地方，有吗？没有。你每次回来都不是很不是时候哎、欸，你跟我讲你要回来，他离开后就你最真，来，我觉得安安那安安比较漂亮吧。
而且我那时候就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然后他就说你够了啦，你够了啦，这样。然后我想说哪有不够，因为我其实不懂哎、欸，因为我现在觉得那些真的就是哦，我看到那种超级大钻没有觉得那么好夹，那都不是真的。所以之后知道这些真相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超顶，我就一直最喜欢而且最小的两个。听说很多男生不喜欢女生太高太瘦，只骗人。你说果果这种，可是果果也有很多男生觉得他身材。但我不喜欢男生，所以男生喜欢我没有用。我来念个榜好了，第一名是玉六六六六，恭喜玉。第二名是一凡，第三名是小子，第四名是哇哈哈，第五名是华为，第五名是 Eddy， 第七名是小吉，第八名是膝盖帮。我忘记什么企鹅吗？不是企鹅，忘记那个名字了。膝盖帮 TTP 什么啊？我记得一次好像有人跟我讲，然后那个第九名是朱里恩，第十名是俊山，恭喜前十名。哦，班长，对，班长，班长，要查查红玫瑰。果果的颜值很高，哦，梦回过去。这衣服很熟悉耶，对啊，我今天随便乱穿，随便乱穿的，随便乱穿。哦，对，我被我爸说今天穿很少，但我明明就穿得很正常。你们刚才也看到，就一件很普通的一件短裙跟短版上衣，我真的不懂到底少在哪，到底露在哪，根本没露，好不好？我穿什么都露的话，那不好意思，我身材太好。很短，没有很短欸，没有很短欸。超级讨厌男生的，你们喜欢我没有用，跟你们说，你们喜欢我没有用的，对男生没兴趣。还有讲过一样的，你说韩寒也被他爸说太穿太少吗？不要再评论我身材了，你们这些耳男。我的你们哦，大概都是这样。我还挺喜欢女生的，我不喜欢女生，但我也没有，我不喜欢男，我也不喜欢男生。我觉得我是无性恋者，就是我不太。哎、欸，你们真的要留档吗？哎、欸，明哎、欸，不是、啊，明明就超热，今天明明就超热，到底穿在少什么？我今天就算穿吊嘎短裤也很热，好不好？耶，新鲜柠檬的红玫瑰，超好笑。嗯，那，哦，嗯，嗯，就是。我对男生没兴趣，但我也对女生没兴趣。目前本人处于无性恋者，就是看人喜欢，但不会特定觉得哦，就是男生这样。而且我对帅哥完全无感，就哦，帅就这样，就这样哦。太 real 了吧，这还不要再评论我身材了，真的，我知道我身材真的很好，但。但我觉得你们要看更漂亮的吗？去去看鸡排妹，谢谢。还好你不去拉拉队，不然更露。我们又没有东西可以露，好不好？林 K 的你们这些儿女吗？儿女吗？我要巡回播放。儿女。没有啊，为什么要说是儿女？不能说是儿男吗？儿男比较通用吧，儿女很没什么人在用吧。儿男比较多人在用吧。我不会这样
讲，我被爸骂，我爸骂说你不要再直播讲这些了啦，观众都要被你赶走了啦。嘻，因为我看我直播很多，好烦哦。会哦，会哦。哦，台女比较通用，对对对，女生就是台女，八九妹的，男生就是二男，然后对，男生就是二男。二男，对，我跟你们说，男生真的要小心，不要再被骂二男，各位。玲玲确实很西南粉，到底为什么？是因为型吗？就是型是男生喜欢的，是吗？好棒的台，是因为型是男生喜欢的啊？就是因为这样，是不是我刚好也不喜欢男生？我刚好也不喜欢男生，我刚好也不喜欢男生，因为你们是。N 是吗？可是我不是 S 哎、欸，我是你们是不是吃 N 然后就很喜欢我们？我骂你们，对，我很喜欢被虐，外形是吧？但最初是真的因为讲话才喜欢。我还好，我不 M。零是没有，我跟你们说我超高，哪知道有人带上我，都是直接哦是哦，哦。啊，不然我等下没有办法跟你聊天了，可以加个 IG 来吗？不好意思，不方便哎、欸。啊啊，不好意思，我想 啊，不可以，超级烦的，快请你离开。各位，我跟你们说，我不会给他们关账，因为他们都说啊，你是偶像吗？啊、那偶像会很累，我们平常要兼顾。滚！我不喜欢男生。哎、欸、哎、欸，我跟你说，如果男生在搭讪我说不好意思，我对男生没兴趣，没兴趣。没有，因为我追踪一个 T， 然后他那个 T 的个性跟我一模一样，真是一模一样哦。我就觉得说哇塞，其实我是一个未开发 T。然后我就想说，我是因为就是当女团太久，所以一直误以为说哇，这边有玩的你是一个少女，是一个少女哦，形象少女哦。也没有，不是，我跟你说。我绝对，所以正常人不会去搭讪路人啦。嗯，有男生接近会不会要主动？不会，我跟你说，他主动没有用。我跟你们说，他就算男生喜欢，没有，我就是不喜欢男生，我就是不喜欢男生啊。他们喜欢我也没有用啊。那你们就是等着可怜吧。再次声明，我就不喜欢男生，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就是，对，可怜呐、啊，你们可怜呐、啊，喜欢了一个不喜欢男生的人，哎，搞不好小迪真的是很直女的那种。那小迪这种就是，哎，各位，我那时候想说，那小迪这种不就遇到更多？那他感觉是因为喜欢男生，所以他才不会去觉得哦。不是，但我觉得是因为我最后还是很没兴趣，所以我也觉得可不可以不要再评论我身材这种。那有 T 来搭讪你会怎么回？看漂不漂亮吧，看那个型是不是我的喜欢。我跟你说，嗯，女生可能可以当个朋友。会想要有女粉吗？想要很多，好不好？拜托，我的粉丝如果全是女的话，我会粉开开心。玲玲这样就算去中山区。能站着也能进中山区，我反而还好。我比较常被搭讪在是学校附近，然后信义区、西门也没有很长，东区吗？对啊，我也是也有女粉的，嗯。素颜赞，我没有素颜，我有化妆，我素颜才不长这样。我跟你们说，我素颜真的很丑，不要再喜欢我了。我就说超好笑，我就看那个 T 发回，就好像有男生喜欢他，而且很生气。他说：“不要喜欢我，但是哪句很难懂，我就不会喜欢你啊！这为什么要处理那种国小生才处理的问题呢？”那我去变性好了。没有，我跟你们说，我黑眼圈超重，我素颜很丑。我除了脸以外，全都是真的。哦，我说我脸是真的，但我的化妆就是另外一个人，上来感觉很痛。你就不相信？
我真的对男生没什么兴趣，而且就算我真的对男生有兴趣的话，我也不会从粉丝里面挑吧。就是我以前常看是觉得还好啊，有一阵子素颜直播，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觉得就我真的喜欢男生的话，我也。啊，对，我可能真的没有对男生没什么兴趣。林妹妹是真的吗？假的吗？你说画吗？有尾巴，有描一点点，但也没有到很浓。要金回回国母，不是啊，你这句劝退了很多粉丝。对，我跟你说，我希望大家都是看清真实面貌的好吗？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就不喜欢这种什么就哎呀很烦呢、欸、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欸。我也不是喜欢男生，我也不是喜欢女生，就是一个看人喜欢，就是哦，对人喜欢，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喜欢，所以我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性向如何。至少林不会偷交，所以还是决定留下。你有知道我没有偷交过？你有没有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讲。不要以为玲玲是什么都会讲的人，没有，不一定有藏很深，搞不好我不会告诉你们，搞不好我什么都讲，但就是那些不会讲。感觉你就喜欢你自己，对，我超自恋，我就喜欢我自己。超怪的一个人，超怪，这么傻很难投交你，你确定？你确定我是在装傻？你确定我不是在装傻？你确定我不是在装傻吗？你超好笑！现在没有，你要知道我现在没有，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来抓我，来偷拍我，来跟踪我，你要知道，我没有偷交。哎，我觉得我这样子会结婚，好好笑哦！我现在。14分，你疯了，哼哼，不让你们抓到，也不让你们抓到我，你好怪哦，我超怪啊，我超级奇怪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很奇怪，我没有掩饰我自己其实很奇怪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我跟王爱蛮像，我觉得慢慢知道长大之后个性应该会跟我蛮像，好好笑哦，好，拉回正题。哦，真的没有。他正常喜欢男生，就是被男生喜欢，刚好开心哦，这样。然后我知道齐慧跟我说过，他知道为什么我会被那些 Brandon 觉得很怎样的。然后因为他说他一直觉得我会在我的优点上面觉得哦有为什么我就不想这样啊，然后让别人觉得讨人厌。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很喜欢被，就是我真的没有很喜欢被称赞一些男生称赞的东西，被男生称赞这件事情。他最难怪他最爱你，你说很直的部分吗？就是有时候我就说哦有，不要，我真的、他说什么？哦有，我这下巴看起来像整的哎，或者说哦有，就不要一直在称赞我，不要再搭讪我这种。但我是真的发自内心不想被这样子对待，但是企鹅就说这些明明是优点，你不喜欢吗？你不喜欢被父权的男性框架？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但有一部分是因为就算没有被父权男性框架，我也觉得无感哎、欸。哦，怎么办？我猜怎么办？我好像真的。哎，走在路上，我就是被，就是可能。觉得还不错漂亮，然后我就会被男生，就是会被瞄啊什么，男生女生都是，但后来发现哦，男生女生看我就可以，但男生看我就不行，因为觉得我那我一定歧视太严重了，我这个还是不要交男朋友好了，交不到啊，就算有男生喜欢我也不会接受啊这种。我骂人，我的孩子怎么了？
在我听说这件事情了之后，但我觉得我其实有点外貌认知障碍。就有一次，我就这样，我就这样拍照，我就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扮鬼脸。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我觉得我鬼扮鬼脸的时候比较好看。什么意思？就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每个人说美女完全不知道自己漂亮是什么意思，只会知道别人好漂亮，但不知道自己漂亮，而且知道自己漂亮就觉得，哦，好漂亮，好漂亮，这种人有，我曼玲吧。啊，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很漂亮的人，我就是觉得有点，没有人生下来是一定就觉得自己很漂亮。如果没有人讲的话，怎样？有人敢将有直播主敢在直播扮鬼脸吗？我想到连滤镜开场 ，Hello，Hello， 这样吧。我跟你说，我真的个性超级不像女生的啦。怎么办？我突然觉得我个性超不像女生。我跟你们说，我个性超级不女生的。来，滤镜开超重，我们来开一下滤镜。我的滤镜啊，滤镜不知道怎么开。美颜、美肌这样，好红润，好美白的。有没有啊？他们没有这样，他们大概就这样，他们大概这样，然后代言都这样，谢谢哥哥，谢谢哥哥，这样好。哎，这样怎么调回正常啊？我不行，这个真的很荒唐哎、欸！来，这是拉回正式，拉回现实。哎，代言可以正常一点吗？好，正常。美颜还是来一点吧。对，还是要来一点，还是要有点形象。再拉个40，好。大眼真的超恶的，我要关播了，拜拜。哎，我到底有没有调好啦？哎呦，我个性超级不女生的，各位，我真的是除了长相漂亮，然后身材好，然后男生喜欢以外，各位，我没有一点是像女生的，各位，我真的没有一点是像女生。我要买啊，谢谢你，宝贝，这种不会在我身上出现。好，拜拜，我真的喝不到了，没了，被我喝完，拜拜。哦，我的鼻子是真的，拜拜。不重要，没兴趣，拜拜。